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前两天我为大家分享了如何给微信名称的字加上箭头，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另外一种，比如像这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名称上面有个冒烟的符号，这也很好的对应了现在的天气。而这个设置的方式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在微信这里点击搜一搜，搜索简科技，点击进入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463即可获取。这个操作方式与之前的箭头一样，我们先复制这个符号，然后再粘贴到名称后面就可以了。而且苹果、安卓都能使用，操作方式也一样，只不过它们显示的效果有点不同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